起摇摆，三二一 clap Saturday night，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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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酸甜新滋味，优酸油贵妃荔枝如意杏子，和你一起期盼每一瞬的精彩。新年到，新年好，好用心喊你来吃团圆饭了。大年初一给大家拜年啦，新年大吉，红包发了，红衣唱的来了，哇，大吉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红总发大财，发大财。新春祝福小舞台，他们状况百出。明明有台阶要走那么高的坎儿，你自己腿长没事，终于也差点跌了。新的一年，摇起来，摇起来！我觉得鹏鹏整个的精神状态让我想起邓超老师，终于找到舞台的感觉，开心对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亲眼看到别人在现场跳科目三，帅！新年情境小考验，那你们啥时候结婚呢？他们最怕碰到哪种情况？陪我喝一杯，你不陪我喝就不是给我面子。你照片不长这样，你这货不对版。谈过多少段恋爱？去谁家过年呢？那都不重要啊。哎呀，好可怕的聚会。您好，星期六手机合作伙伴优酸乳贵妃荔枝如意杏子，酸甜新滋味。您好，星期六合作伙伴周大生 Lucky 小金蛋，开金蛋得吉祥，吉星来祝团圆。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回来，迎门喜气到，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出发。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淘宝十亿红包发发乐，一起赢十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乐街，欢迎各位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给大家拜年了，拜年了，大家好，快乐。今天你看我们街坊们都戴了统一的这个红围巾，感觉非常喜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也来了特别多我们在外打拼的朋友们回到我们的好六街，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这个团圆饭，欢迎各位的到来。今天呢我们这一桌啊很香喷喷的这个饭菜呢，其实有一些是我们就是今天来的朋友们他们喜欢吃的，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他们的爱好，所以呢有些是特别定向这个做的。而且呢今天来的朋友都不是空手来的，都带来了礼物。是什么礼物呢？啊，当然不是红包啊。没有红包那就请回各位朋友。没有不是、淘宝会准备十亿红包、淘宝的红包，但我们的朋友们准备的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啊，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好的礼物，用心准备的礼物。首先就是我们倩倩和心绪的我们的翻译官。Hello,
大家好，我是宋茜啊，我在我们的翻译官中饰演的是林夕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星旭，然后改名了。那个在我们翻译官中饰演萧一成。好，欢迎两位。接下来有一个新的作品给大家介绍了，是来自我们林一和周也的《别对我动心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一，在《别对我动心》中饰演顾寻，是方方面面都很行的寻。现在周也很难说了，下联。下联。大家好，我是周也，在《别对我动心》中饰演岳千灵，岳千灵是事业爱情都很灵。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，就是刚刚好今天上映了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非常温暖，非常治愈，带着一些感动，然后让你们一年都有好心情的。我们的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，我们欢迎彭昱畅、彭彭和我们的李庚希，欢迎两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彭昱畅，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。因为这个电影正好是在长沙拍的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大年初一回到长沙，回到好六街，带上这部作品。然后我在戏里饰演的是没有头脑的旅途。下面是庚希。街坊们好，然后我是李庚希，我在电影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中饰演的是不高兴的灵敏。谢谢大家。新年我们一起摇太阳。另外大事件发生了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有人有一个大的作品，来自我们小五一的新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五一，今天把我们的新歌带过来了。这首歌其实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。发大财，因为有很多艺人朋友的帮忙宣传了，五一联系了很多五六年没联系的艺人朋友，都帮他宣传了。必须要说一下，因为五一他发给我的是迪哥。你那个胯是自己编的舞，我这个歌你能帮我编个舞吗？哇，我编了，最后他用了吗？他用了一些动作，我给他编的舞。对，很好学这个舞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会有个热身的小游戏，对不对，泽林？你给我们讲讲看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？这个游戏呢，其实也跟这个吃是有关系的。我们每个嘉宾呢，需要给自己起一个花名，这个花名呢，需要用到自己的小名，然后加上自己喜欢吃的这个菜名。那然后我们起了花名之后怎么玩呢？我们要从一开始报数，然后喊到相同数字的人呢，需要将对方的名字给叫出来。如果没有叫出来的话呢，那个人就将被淘汰，并且呢要在我们所有人的群里面发一个红包。哎，来来来，那我们说一下，大家知道过年是这样的，不管你在外面是叫 Linda 还是叫 Mary， 回家都叫花花、田狗蛋儿、铁蛋儿、二驴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每个人的小名和自己爱吃什么菜介绍一下。泽林，你啊？我是泽林，爱吃辣椒炒肉。小名就叫泽林 不，我小名叫贝贝，小名叫贝贝。啊，你小名叫贝贝。贝贝啊，这么可爱。这夜你小名叫什么？我小名甜甜。甜甜，庚希小名叫什么？天天。你也叫甜甜？不，天天。天天的天。一个甜甜，一个天天，可以。甜甜，天天。天天爱吃什么呢？炸素丸子。甜甜爱吃。甜甜爱吃红葱头焖鸡。什么东西？红葱头焖鸡。红色的葱头非常香，就广东那边的。吃过，红葱头炒肉。焖鸡。焖鸡都叫，哎呀，辣椒炒肉，辣椒。我小名是阿一。阿一。阿一。那阿一你喜欢吃什么？东北大拉皮儿。东北大拉皮儿。这好记，这好的。这个好记，这道菜甚至在这儿。嗯。好，鹏鹏，你小名叫什么？叫畅宝。嗯。畅宝。因为彭昱畅，畅。畅宝，彭昱畅的畅吧。畅宝，畅宝这个名字有点腻哦，确实叫不出口。畅宝爱吃什么？畅宝爱吃九转大肠。九转大肠。畅宝，你口味挺重啊，畅宝。我就叫小何吧。小何爱吃瓮菜梗子炒肉。啊？瓮菜梗子炒肉。请讲普通话。瓮菜可不是方言，瓮菜，瓮菜就是空心菜。瓮菜，瓮菜杆子，就是嫩菜根子，就是空心菜的梗。嫩菜根子空。哎呦，我现在说的口水都出来。
请问红葱头焖鸡和瓮菜滚子炒肉谁比较？你过分一点。何老师，不要撞上我哦。好，下面倩倩叫什么？那我的太简单了。嗯，倩倩小名叫？我的小名叫倩倩。倩倩，倩倩，然后那个爱吃鲅鱼饺子。哦，鲅鱼饺子，哦、这个好记，好记，好记。我小名叫亮亮，我喜欢吃干不楞炒肉。什么炒肉？干不楞炒肉是东北的一道菜，就是纯炒肉。来，雪琴。我的小名叫妞妞。哎呦，妞妞爱吃啥呀？水油连体。水油连体，我觉得跟九转大肠有的一比吧。咱们待的是一个东北吗？我俩是，反正我小名叫错错。好可爱啊。错错爱吃什么呀？炸酱面。啥？炸酱面。好，谢谢。炸酱面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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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叫凡凡，小时候我爱吃梅菜扣肉。梅菜扣肉。我小名叫迪丸，迪丸爱吃那个麻辣蚕丝兔。麻辣蚕丝兔，你这个说都很难说呀。你爱吃什么？我不说了。红葱头焖鸡。红葱头焖鸡。甜甜天天亮亮阿姨。瓮菜梗子。瓮菜瓮菜。好，来吧。啊，准备啊。说开始的人不能喊一。对，我说这一次是我说开始，然后我不喊一。对，准备开始。一，一，二，二，哎，来来来，阿姨爱吃，哎，阿姨爱吃，张爱吃九转大肠 ，Oh no， 张爱吃九转大肠，唱唱错了，唱唱错了，唱宝，唱宝，唱唱错了，唱唱错了，唱宝，唱唱错了，唱唱错了。唱完这句话大唱，哎呀哎呀，鹏鹏，光啊呀，自己都忘了，你站起来光啊啊是吧？啊啊啊，是阿姨啊，然后他就说完了嘛。阿姨爱吃，阿姨爱吃，忘了东北大拉皮儿、啊，东北大拉皮儿。你这是你慢的不是一个慢，第一个淘汰的是彭昱畅。然后让鹏鹏来说开始好不好？开始。预备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五、六、六。阿姨爱吃东北大拉皮。阿姨爱吃东北大拉皮。一样，两个人一样，感觉同时结束。一样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坐坐。预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快喊他，喊他，喊他，喊他！你是谁来着？你是啥呀？你是凡凡爱吃，贝贝爱吃辣椒炒肉。哦，贝贝淘汰了。凡凡爱吃梅菜扣肉。哦，梅菜扣肉，哇，就在他脸上，我竟然没有看。就在他脸上开始，主要是五一从一就开始这样缓慢起立，一直到十还没站起来。那到我说开始啊，准备，开始，一，哇哇哇，三个人三个人，哇哇。三个人，三个人。亮亮爱吃，小何爱吃炸素丸子，天天爱吃炒肉，炸素丸子。何老师的气势。小何爱吃瓮菜炒肉，小何爱吃瓮菜梗子炒肉，炸素丸子。亮亮爱吃，亮亮爱吃啥来？亮亮爱吃那个什么炒肉。我说出了何老师的，好像小区门口吵架有没有？亮亮爱吃啥来着？什么炒肉？干不楞炒肉。干不楞，干不楞，干不楞。何老师气势很足，那干不楞干不出来。没干出来，没干出来。我淘汰，我淘汰。剩下因为只剩九个人，所以我们这回只喊到七。只喊到七，预备开始！一，预备开始！一，他天天爱吃那什么嘎咕玩意儿？这是你爱吃辣椒炒肉，炸酱面，炸酱面，炸酱面，错错爱吃炸酱面，错错爱
爱吃炸酱面。红葱头什么？焖鸡。而且它是甜甜，天天在那儿。你说它小名叫啥？天天吗？不是，甜甜。它是甜甜。我是甜甜，它是天天。我有口音，甜甜，甜甜爱吃炸酱面。现在我们只剩最后一个名额，这个淘汰完就直接开始在群里发红包了。好，好吗？只剩最后一个啊，来，准备，来，老秦喊开始啊，三二一，开始，一，二一，开始，一，一，六六爱吃水牛连体，哇，倩倩爱吃鲅鱼饺子，倩倩爱吃鲅鱼饺子，哇，直接 out。刚才输的这六个人自己决定发多少个红包和发多少钱，来了，就是这个学是吧？先不要发表情，先不要发表情，我已经蓄势待发了啊！把五 G 打开，我发了啊！没了，我血腥的看到了，不敢相信一群人当着全部观众面在抢红包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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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啥的信号质量？谁还没发？谁是不是没绑定卡呀？绑定了，核验身份发了。哦，来了，黄玉畅的来了。哇！哇每个人点500块，最满的顶了，回本了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谢谢老板。我用武艺、武力和武信的新歌回敬你。彭总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。哎，这种群我是不是应该把大哥拉进来？我真的每次发红包不都得有大哥在吗？对啊，虽然他人不在，拉进来就让他发个红包，发个红包让我给他踢出去，我好残忍啊。不用，你就把他拉进来，然后在里面发一个比如说8块钱的红包，然后他就懂了。别抢，你们别抢，让大哥抢，发一个。我们大家都拍他，他别抢。不过大哥可能在拍着呢。行，这样不录了，就等大哥什么时候发过来什么时候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这个开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头。那等会儿呢，还有很多好玩的游戏，我们会分成三组来进行比拼。那么，我们可以呢来尝尝菜，然后呢，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整体的规则。好，各位先吃吧，我给各位说一下，今天呢我们是分成三组来进行游玩嘛。然后在每轮比拼结束之后呢，我们会根据排名，三个队伍呢将会获得不同数量的红包，然后呢我们就用红包来兑换龙珠进行比拼，最终用整场积累的龙珠呢来进行赛跑。中奖的嘉宾呢将会获得我们2024年好六街送出的第一份祝福。是的，所以呢今天是需要实力需要运气的一天，希望大家龙年行大运。那开始游戏之前呢，我们大家举杯来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大吉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龙年大吉，龙年大吉。好的，我们过年在家呢，和亲朋好友在一起呢，热热闹闹吃完饭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些家庭活动。嗯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小时候应该被家里 Q 过表演节目的吧？是，是。阿姨是不是？阿姨学跳舞的，是不是回过年肯定会是吧？每年的必备节目，必备节目啊、嗯！是每年都有新的作品，还是就是那一个舞从小跳到大？从小跳到大。武艺小时候会被 Q 被家长 Q 表演节目吗？其实我一般我爸妈他们自己都表演了。
他们比我还积极，舞台还很珍贵。对，谁能抢到这个舞台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也准备了这个饭后活动。嗯，今天的饭后活动呢，是希望各位以这个新春祝福为命题，然后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每一队呢带来一个歌舞表演。哎呦，厉害了！那今天除了我们台上的朋友之外呢，今天还有很多可爱的我们的花式过年团的朋友们，欢迎各位，欢迎大家。今天我们台上的这个艺人朋友们呢，会用舞台表演的方式来给大家送祝福。啊，哪个祝福最符合我们现场年轻朋友的心意呢？就会将手中的这个优酸乳送给他，一边喝优酸乳、贵妃荔枝和如意杏子，一边欣赏我们的舞台表演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新春龙集祝福小舞台环节。第一组，让我们有请的是宋茜、陈星旭、老秦和雪晴。哎呦，来厉害了！你们这个组合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这个名字非常响亮，非常响亮，非常响亮。说啊，别羞耻啊！名字叫两男两女组合。哇哇哇！哇两男两女两男两女。好，请表演。这不开始我们的表演，我们开始我们的表演了。哎，加油！刚学的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！我才叫刚学的吧？加油！朋友们，加紧干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都没对上，没对上一点。嗯哦、朋友们。哦我们很拉垮。哎呦！一个奖，所有困难都减分。今天工资发三倍。会吧？不会吧？年终奖翻倍！哇，好拉好哇！太精彩了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希望大家龙年职场上所有困难都干翻，升职加薪不加班。你们为什么走？你们为什么走了？我开始因为倩倩和雪晴，我开始好期待的，因为你们跺脚，我就哎呀憋大招了，跺完之后下来了。我说句心里话，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亲眼看到别人在现场跳科目三和呱呱舞，是跳拉了。你是主舞大人哎，朋友，啊，我跟不上，我真的忘了。我们刚开始觉得我们的竞争对手有宋茜，我说完了，我们压力好大。结果宋茜从头到尾就走了。确实，我们也没有想到最会跳的在那儿就跺脚。是我们的主舞担当。对，而且重点是茜茜她为了表示对这个舞台的尊重，她。跺了一下脚之后觉得嗯得稍微再投入一点，就开始撅着。眼前套贡献上表情包，我的妈呀，对，是一个很有细节的表演啊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表演，我问一下后面两个演出是照着这个标准是值得期待还是大差不差？我
怎么说呢，看完他们演了，我们一点压力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好，我们第一组的这个两男两女请休息。好，请休息。太不容易了，心绪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为了做点巨宣，享受表演，享受舞台。下面一组呢是有林一、周也和武艺，你们的团队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团队叫武艺字也动心。哎呦，对，武艺字也动心。武艺怎么坐那么远？武艺怎么坐那么远？嗯，没有，因为这趴没有我。他表演心动。过年的时候就是爸爸表演，现在还不上台，好吧？有请林一和周也，欢迎两位。唯一的参与就是组合的名字哈。接下来就有请林一和周也撇开武艺带来的浪漫对唱，那一刻心动。于是那一刻心动，我开始心动，彼此萌萌又懂懂。好有信念感。所以那一刻心动，徘徊的心动，持续很久很久。当他傻傻地问我，你是那爱他吗？我想过很多理由，却都没能说出。他傻傻地问我，那一刻对他心动，或许是因为他在我身边的每一刻。那一刻心动，我们的心动，彼此选择不放手。每一个心动，每一次心动，持续很久很久，持续很久。所以每一个心动，所以每一个心动，因为那个还挺好听的啊，这舞还挺难跳的。所以每一个心动，所以每一个心动，或许在以后平凡的生活，安安静静慢慢走。那也很快乐，有开心也值得快乐，就像这首歌。这个祝大家新年桃花朵朵开，爱情甜蜜好运来，谢谢。棒，甜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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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。我喜欢第一次。对。麦都还在腰上，声音都已经出来了，林一。还有，明明有台阶，要走那么高的坎儿。你自己腿长没事，周也差点跌了。太可爱了，这是个小品是吗？ Yes， 我们是情景戏剧。武艺喜欢这个表演吗？特别喜欢。心动了，心动了，心动了，我好酸呐、啊。他们好甜，你好酸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我们周也，谢谢林一，谢谢。好，最后一组了，就是我们这个一起摇太阳这一组，你们有名字了吗？有哥啊，你们叫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三朵太阳 花，所以我们的组合叫。三阳开泰，哦，也是一个龙年的吉祥话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你们要做什么样的表演呢？是一个反正很热完整的表演，很热情。前面的也还行。说谁不完整呢？谁不完整？前面的比较碎片化哈，我们的比较完整一点。我们完整一点。来，上家伙开始。最后先这样。
先是先走右边哈。对，这样啊，先走右边吗？不是后退吗？现排啊，后退的。你们说的完整是从排练我们就要开始看，是不是？太完整了点吧，这也。这是第二个。从学开始，从学，我们都快学会了。加油！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三个小节目，一起摇太摇。看你们新的表情，你们是假强行假笑。新的一年，摇起来，起来，摇摇摇，摇来摇去，摇碎点点的金黄，收钱来一片梦的霞光。摇来摇去，摇碎点点的金黄，收钱来一片梦的霞光。南方的小巷，推开多情的门窗，年轻和我们歌唱，年轻和我们歌唱。摇来摇去，摇着温柔的阳光，衬托一片梦的衣裳。古老的都市每天都改变模样，年轻和我们奔放，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，嘿，不要错过那好时光，别说话，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翔，太阳下是故乡，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，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，不要错过那好时光，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翔，太阳下是故乡。新的一年祝大家龙年身体嘎嘎棒，我们一起摇摇太阳，以后都不等我们。哇，不要喊了吧，这不用补录吧？好累啊。很完整，确实很完整。完整吗？很完整。跑棒，你后面那个跳完了以后啊，这个是不是我刚被打了一下。我跟你们说，庚希绝对值得一个千万直拍，从一开始音乐下去，像那个幼儿园表演节目那种。对对对对对。舞台状态特别好。我觉得鹏鹏整个的精神状态让我想起有一年的邓超老师。在春晚舞台上。啊，那就是去年嘛。他非常的开心。终于找到舞台的感觉。你知道你的动作比他们幅度都大。是真的，确实有一下都踩到我的脚了。这晨风在蓝天。然后庚希，因为这个调比较适合男生，庚希想要踩进去不太好找调，是不是？你尽力了，你尽力了。这个表演是从健康上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对对对。摇了各种东西。新的一年就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，身体是所有事情的一切，好吧？基础要打好。好了，那现在是这样的，三组都表演完了，我们请每组留一个代表在台上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现在三组都派上了一个代表来进行拉票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些家人们，他们手上有这个优酸乳，喜欢谁就会把这个优酸乳投给谁。我们看看谁拿到优酸乳最多，就可以得到最多的红包。是的，好，第一个拉票的呢就是我们的新旭同学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支持你们？跟大家跳一段，因为陈星旭还能再跳一次科目三。对，来，音乐起。
当中有两个第一次都在陈旭旭这完成了。第一个是正面看人跳科目三，当着我的面；第二个是侧面看人跳科目三，就站在我们站在面前，舞台在震动，有没有？他真的很努力，很努力。谢谢旭旭，太棒了！谢谢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多支持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第二个节目是我们刚刚唯一没有参与表演的吴毅，为什么要投给你们？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很甜，而且林一和周也都好好看，长得太好看了。当然大家都好看，大家都好看，长得好看的就得支持长得好看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哎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好，我们更新更新，用什么方法拉票？是这样的，朋友们，我们这个电影呢，还有这个舞蹈呢，它的寓意就是希望大家每天像太阳花一样，开开心心的，然后身体呢是革命的本钱，我们要健健康康的，记得要看要太阳哦。好像哪个超市的开业大酬宾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拉票之后呢，就由我们的家人们来进行投票了，好不好？看看他们要怎么选择，来，请投票。来来来，来吧。说实话，还有点紧张，真的有点紧张，真的有点紧张。好，第一位，谢谢。谢谢，哎呀，耶，谢谢，谢谢支持，绝对是我们的，绝对是我们的。来个配乐，大伴儿来的，哎呀，好甜呐、啊，好甜啊！一颗心动，我开始心动。哇！哇！掌声跪姿。哇哇哇哇哇！谢谢。好，我这是最后一票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平局啊，有两组都拿到了三票是并列第一，然后有一组拿到了两票是第二名，拿到这个三票的可以得到8个红包，祝贺！祝贺大家，祝贺大家！我跟你说，咱不白跳，不白跳，不白跳，主要是你不白跳，主要是你跳得好，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，跳得很好。刚才大家的表演呢，真的都非常精彩。希望每一个人在2024年呢，都能够喜悦龙门，新年加油！哎，五一哥，我这里有一份这个新年长荣大礼包要送给你，来，这个送给你。这个是我们过年呢走亲访友肯定是必备的，就是我们的优酸乳酸甜美味一条龙。哇，这么长，这得扛着回家哎。幸亏优酸乳，我们都是从小喝到大，全家老小都喜欢，量大够实惠。我和泽林要把这一份礼物也分享给大家。是的，来给大家分一下嘛。谢谢。这个可是我从优酸乳龙年年货大集上淘来的，要不一会儿咱们结束也去赶会儿大集呗，五一哥。好啊好啊，过年赶大集最有气氛了。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的，喝优酸乳赶年货大集，龙年咱们一定能大吉大利，幸运连连，干杯！干杯！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第一轮的好运龙珠比拼。是这样的，现在有两队有8个红包，有一队是4个红包，但是接下来这个游戏呢，有机会把自己的红包翻倍。All in。真的吗？等一下呢，两个第一名的队伍可以选择放3个同颜色的龙珠，排名第二的队伍可以放2个龙珠，跑到第一名的那个队伍红包翻倍。我们看哪个颜色的可以跑到第一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大家来，都是3哎，这个叫别别，别别，别对我动心，这个叫对对，我这俩都叫别别，下一环叫对对，别别，加油别别，你们自己放好不好？OK， 他加油，别加油哈！好，来，现在比赛开始了，看看跑到第一的道是什么颜色的龙珠呢？比赛开始，开始，蓝色，现在黄队领先，啊，蓝队更快，蓝队非常的争气。好，现在跑到前面的是蓝队，蓝色是不是蓝色？黄色又领先了，黄色又领先，黄色领先，好。蓝色，现在黄队红的冲出去了，别啊、红队冲上去了，红队冲上去了，哇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这啊！谁呀、啊？谁？蓝色走，蓝色走，蓝色走，蓝色。进蓝色走。在第一的是
红队。争气呀、啊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哇，我们怎么突然一下？我们停住了。他在这里转，刚在那里转。红色两颗球，非常争气，红队领先。所以呢，祝贺我们零一周也。哦，和武艺红包翻倍，变成八个，变成八个红包。所以我们现在三队都是八个，现在三队都是八个。经过第一轮比拼之后，大家战成了平局。嗯，也好也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后面的比拼，来吧。酸甜新滋味，优酸如贵妃荔枝，如意杏子，和你一起期盼每一瞬的精彩。谁要是太有劲儿了，蓝色，蓝色。别抢我们！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个大福袋掉下来了。您好，星期六手机合作伙伴优酸乳贵妃荔枝，如意杏子，酸甜新滋味。您好，星期六合作伙伴周大生 Lucky 小金蛋，开金蛋得吉祥。吉星来，祝团圆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马上回来。迎门喜气到，淘宝，你好星期六。马上出发。好的，欢迎各位回来，跟大家报告一下进展。刚才大哥在群里回复了，也是。然后他说，他一看有个红包就点了一下啊，就是零一发的那个，然后马上就反应过来说，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。接着就发了一个大红包在群里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个人是拿到了大哥的200元，谢谢。嗯，我个人也是拿到了大哥的200元红包，我个人也是200块，我个人也是拿到了45块1毛7。大哥特别可爱，一方面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一方面乖乖的就发了红包。嗯，我们给他的解释就是，当发红包的时候就会想起大哥。好，那过年的时候呢，我们除了拜年呢，有的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关心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过年的这些情形，大家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？我们三组嘉宾呢是依次上台，然后进行表演。每一轮针对不同的过年情景呢，要给出答案和反应。表演者表演完毕之后呢，会事先在三个选项当中做出选择。另外两队的嘉宾呢，需要选出更让嘉宾不喜欢的一个状况。选择正确的话呢，可以加一分。三轮结束之后，积分更多的队伍获胜。好的，那么首先第一个情景，我们要欢迎的是零一周也武艺，欢迎。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啊？点龙王子。来，有请三位。你们是一对感情甜蜜、第一次春节回家过年的小情侣。你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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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。哎呀，你别对我动心。你别对我，你别对我动心。你吃。今天呢是大年初一，是亲戚拜年的日子。林一的表哥武艺来到了家里。哎呀，小一啊。好久不见啊，小一。表哥，表哥，哎，表哥，表哥，哎，小姐，这是我的表哥一哥。啊，老尚，啊，老尚。一哥好。小野好。这个小一从小桃花运就好，你每个女朋友我都见过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好看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好看。真的假的，林一，上一个是谁啊？我跟你说了，别对我动心。哥，嗯，要不我找嫂子单独聊聊？要不我找嫂子单独聊聊？啊，别！一直想去大城市投奔你的表哥，这个时候说道：“要不我们先坐下吧？坐。表哥脖子疼，刚才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”你看你啊，你现在是爱情事业两手抓，其实我也一直想去大城市发展发展，要不你也给我找个工作，给我介绍个什么导演什么的，哎呀哥，我现在正好有个新戏叫别对我动心，我在里面演顾寻。哦，你看这个工作要不你来。哎，那还是算了，我不想演男一号，不想演男一号。其实呢，我还是不太好意思，
这个小姨从小我们就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啊，你现在长这么高了那你们啥时候结婚呢？那你们啥时候结婚呢？那个我俩结不结婚，不结婚还不是因为哥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啊，我俩结不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俩结不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行吧，那你们继续填吧，我找工作去了。帮你找工作。下面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，请听题。以上表哥提出的哪个问题更让林一感到讨厌 ？A. 在现任面前提起前任。二，要求帮亲戚介绍工作。三，被家里人催婚。是蔡林一本人是不是？对对，我选这个。这个题我们选不了 A 吧？对林一不好。那就是这个。行行，这个吧。我觉得不是 A 就是 B， 但我觉得 A 是最讨厌的。对，这太过分了，这太过分了。我觉得他们会不会选那种就是让人想不到的那种？我们选 B， 对，我们选 B， 选 B。好，现在我们两队商量好了哈，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走你。好，两男两女选的是 B。哦，我们都是 B。为什么？说说看原因。因为感觉大家都会觉得是 A， 但是我们就是想要就是不一样一点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啊，难道说你选了 C？ 迪哥那组选 B 的理由是，我们也在推理，因为我们想的是，如果林一选 A， 官宣自己恋爱了。感觉有这个可能性，大家会去推理。C 的话，感觉他年纪还没有到家里人到这种时候。好，那我们看看林一的选择，看看有没有人答对可以得分。林一的选择是，确实到了适婚年纪了。为什么林一是诚心不让他们得分，还是有什么考虑？没了，其实这三个选项对我来说一样，我其实家里人从来都没有问过我这三个问题。哦，对，但是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是会让人压力比较大的，因为我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经常反馈到这个问题，经常被催婚。好，那很遗憾两队都没有得分，先谢谢我们这个对五一次也动心，谢谢你们。那接下来表演的是倩倩、心绪、老秦和雪琴，做好准备啊！小心啊！请准备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老同学们决定聚一下，热闹一下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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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老同学聚一次真不容易。怎么还就卖酒呢，在这儿？甭管了，你甭管了。这个时候，迟到的倩倩走了进来。不好意思，外面太堵了，真的是我迟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哟，这不是咱班花吗？哎，啊，来这么晚啊？哎，买单来的吧？哦，买单来的吧？啊，我迟到了，肯定是我买单啊！你们还想吃什么？随便点，随便点啊，我请客。那你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待会儿去唱歌啊？这个时候，一位微醺的秦同学对你说道：“来来来，今天同学聚会高兴，你陪我喝一杯，你不陪我喝就不是给我面子。”我当然不能给你面子，但是你刚刚的表演很精彩，我需要跟你碰一杯。我干了，干了！转身看到了旁边的雪琴。雪琴吗？是雪琴吗？哇，好久不见，你变了好多，好美呀！你现在 ，Sorry， 不要叫我雪琴，现在我叫 Mary， 现在我叫 Mary。我最近呢，就是 base 在北京的 office， 真的非常的 busy。然后我每天都有很多的 report 要 due， 哎呦，下周还有一个 presentation 是 deadline， 真的很烦 ，so 烦，烦呆了。
这个时候雪琴拿出了一叠文件对你说，哦，对了，倩倩，我听说你不是最近在做翻译官吗？啊，你看我这里有一个合同，你可以帮我 translate 一下吗？你可以帮我 translate 一下吗？哦，你这个真的是我得好好翻译，我明天拿到公司去仔细看，然后我跟我们张总啊申请一个最高的折扣，最高的折扣9.88折，那是我们超级超级超级 VIP 才能享受的折扣啊！你上面还有总呢，我以为你就是总呢。那算了，那咱们吃饭吧，来来来来，干杯！来也聚一次不容易，大过年的。好可怕的吃客，还生气呢。现在来看看这一道题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倩倩遇到的难题是什么。以上同学们提出的哪个要求更让宋倩感到讨厌？一，迟到后被同学要求买单；二，被同学劝酒；三，被同学要求免费帮忙。 B 吧，是不是 B？ 嗯，对， B 吧，我觉得 B， 我也是 B。 好，谢谢，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我们也请刚刚的四位来到舞台中间。好，有请四位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两队一起啊，看看你们的选择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两选择 B 和 O、哦、B。很快，而且他们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。来听听看为什么？理由是。你们三个要说话。有时候我觉得这个 B 劝酒这个挺烦人，对，我自己感觉是压力最大的。那你们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个人真劝完你酒去，你也不会那么生气了。其实那我也就是对对着跺脚。好，为什么我们这边那个叫三太太也选的是 B 呢？对，倩姐山东人嘛，就买单啊帮忙啊，这些都是小意思嘛，豪气嘛。山东人去被劝酒，我觉得那不是应该更可能他是劝别人的那个呢。可以自己喝，不想劝。好，我们看看倩倩的选择。三，倩倩的答案是对喽。对喽，是对的吗？是对的吗？回答正确，各记一分。我想说可能大家不能喝酒的人可能会觉得就这个很简单，就是可能首选就会选这个。明白明白。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啊，就是劝酒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让人烦的，特别是同学聚会，大家都是那么亲的人，就是自己开心自己喝嘛，就是劝来劝去很烦。对，就很随意的那种。对，下面你们一定要对啊，冲上去好不 好？ 好，来来来，不生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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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最后呢是请鹏鹏和庚希来表演。咱今天就不应该跳这个，对，就感觉好像告诉他就应该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，就不选那个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父母帮你们约好了相亲对象在咖啡厅里见面。哎呀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约了别人，不好意思，我约了别人。你不就是那个什么，哦，李根熙吗？你是彭于晏？对对对，江西彭于晏。对对对，江西彭于晏。女生上下打量了一下你，疑惑地说：“你照片不长这样，你这货不对版。你照片不长这样，你这货不对版。”那你见过三 D 的跟二 D 的一样吗？三 D 的跟二 D 的一样吗？哎呦，但你这也差太多了。想要加深了解的女生又说道：“那我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。”“什么？”“你谈过多少段恋爱？”“你谈过多少段恋爱？”“那都不重要啊，在你之前，所有的人都是排练。”所有的人都是排练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是我的初恋。哎呀！为了进一步了解你对未来的规划，女生又问道：“哎，行了行，想认真的，你也知道我是北京人，那以后过年的话，咱们俩不在一个地儿，去谁家过年呢？去谁家过年呢？”
家呀？我们家不欢迎你。那我们就创造一个家，我们就创造一个家。哎呦。来来，我们请看鹏鹏遇到的难题。以上相亲局里女生提出的哪个问题更让鹏鹏感到讨厌？ A 被质疑照片与本人不符， B 被询问恋爱经历， C 被询问过年去谁家。彭昱畅可不会给正确答案，我觉得有可能是 A， 最不可能选择的就是 C， 所以说他有可能选择的是 C， 那就选 C。 对，去不去就这么去。我觉得心绪很可爱，待会儿我来跟你讲他的思路啊。好，下面做好准备，请鹏鹏更西到舞台中央来，有请。来吧，三二一，请选择。哦，有不同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的，说什么来着的。我们都先听听看，先听听看，选 C 的原因是什么？选 C 就是觉得相亲局嘛，就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，然后就讨论这个过年去谁家这个问题，有点过了僭越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不要这么想，现在跟题没有关系，跟题没有关系，现在是一场分数的博弈，就是你要猜鹏鹏怎么让我们不拿分儿，是吧？好，那选 B 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觉得鹏鹏不会按照就是正常的一个思路来，所以我们就剪刀石头布决定了这个答案。了解，因为也不像鹏鹏会选的，但是有可能会选。他们肯定会认为你绝对不会选 A。来，看看我们看看鹏鹏跟西刚说 C， 博弈成功，反正不是 A。我一开始对让他选 A 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认为他绝对不会选 A， 所以我们要这样做。哎，花絮老师，你刚刚全录到了吧？录到，我前面有的。你刚看到了吗？最开始，他们肯定会选 A。哦，在这个后面已经不是我的选择了，是李根熙的选择了，你知道吧？最后呢，是每队都赢了一分，但是因为没有任何一队猜对零一的选择，所以他们反击一分，最后拿到两分的是五一次也动心。哇，好，那也就是说零一跟周野还有五一可以拿到八个红包。哦，什么？而这个鹏鹏庚西迪哥这边拿到四个红包，而这个老秦雪琴倩倩和心绪也拿到四个红包。哎，刚刚玩这个游戏感觉林一还是就是别人不是很容易猜到他的心思，那么想问一下你，就是大年初一除了走亲访友以外，你就知道还有哪些习俗吗？我觉得大年初一比较适宜洗头，哎，洗头，然后放这个开门的炮仗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拜年。对，那说到拜年，那肯定不能空手拜，对不对？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份这个新年礼物。没错，开金蛋得吉祥，有了 lucky 小金蛋，今年肯定能好运诞生，快乐诞生。这个里面呢，其实是一个幸运的小金条，上面呢有各种祥瑞，祝大家都可以好运，都可以叠满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想要的呢，马上就可以到我们的周大生全国各大门店都可以购买哦。等一下我也会去这个周大生的店里给我的家人买买买买买买，必须买买买。谢谢。那现在两队累积下来呢，黄队有12个龙珠，红队有16个龙珠，蓝队有12个龙珠。好，这次呢我们的规则不一样了，因为有这么多的龙珠，我们比前五名里面哪个颜色最多。我们刚才如果是这个规则多好，我们蓝队2、3、4三个一起，什么事儿啊？这都叫现在呢，你可以选择数量放进去多少个。哪几个？玩12个。行，可以，相信你。来，16个，同意吗？哦呗。那我们家12个就好了。哦，对。他们都12个，我们家12个。哦，对。哦，好聪明啊。玩的都挺大。他们一旦有人 all in 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就有一组 B 变成没有了，我们就一个。对。然后我们就第二名了。来吧。组内商量完之后就可以过来选择了。我们就压他们的最大数。OK， 这里面就是12个了。
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他们去了，去上去。他们现在 all in 吗？看看吧，看看看看他们。因为如果他们出的多的话，终究有一个人，他们是非常少的。那我们真的好坏哦。放十一个，对，留一个最后一轮吧，万一没了呢？好，来吧。好了吗？想好了吗？我们突然就是一个动脑子了，该。他们留了一个。那所以我们拿六个。我们拿六个，那我们拿六个，走走走走走。咱俩就在这吹气儿，哪个球来往回吹。我们拿六个。六个。好。好。做好准备，请把自己的龙珠放进赛道。我们看到蓝队选择了十一个龙珠，红队选择了十二个龙珠，黄队选择了六个龙珠。哇，红队也太多了吧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准备，比赛，开始，开始。蓝队走起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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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小红你太不争气了！蓝队来了，蓝队来了，蓝队来了，蓝队来了。蓝色可以，蓝色可以，蓝色多，蓝色快。蓝色在前面，一马当先。哇，还走了通道，别子，蓝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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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，蓝色很多。哇，很快，蓝色快点，快下去。蓝色走了，你，蓝色走了，你，蓝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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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看到排在前五的是红蓝红蓝黄，数量一样，就看谁在更前面，所以获得第一可以红包翻倍的是红队。我太幸运了。那么祝贺鹏鹏、庚希、杨迪，现在还剩下一个红包，留了，做人留一线啊，留一线啊。然后倩倩、心绪、老秦和雪琴剩六个红包，可以可以可以接受，还剩还剩还有人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什么样的环节呢？淘宝十亿红包发发乐，多发多得，天天领。上淘宝搜发发乐好六，领大额红包，一起赢十亿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新春福袋抢夺战环节。接下来就是最后我们大家比拼各位抢福袋的实力了，要把一整年的福气送给大家。先听一下这轮的规则是什么，然后我再告诉大家最后怎么决出今天的幸运者。好的，最后一轮呢，我们在比拼开始之前呢，会有一个人先出来展示一个舞蹈动作，大家呢就要跟着他的动作进行舞蹈。当音乐停止的时候呢，何老师将会从福气箱里面随机抽取任意颜色的龙珠，背上福袋与龙珠颜色相匹配的队伍呢，将会成为本轮的抢夺目标。其他两组抢夺成功并且将福袋放入聚宝盆内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答题权。十秒钟之内还没有抓到的话，那我们就会更换目标。那首先呢，要上场的是周野、林一、心绪、倩倩、鹏鹏、庚希，要领舞动作的是我们倩倩。你背着我好了，背着我好了，然后你背着我满场跑，没问题。我直接护，我直接背后这样抓住你，好吧？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倒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你拿我当垫背的。别，到时候我就往地下躺。那我坐你身上成吗？怎么？你就这样躺？这躺？你得躺下去。这样？那我得这样。行，好，来准备。首先倩倩先做示范动作是什么，音乐起，先学动作。哇，天哪，姐能不能简单点？最后定哪个？最后定哪个？这样走可爱。好，转起圈来。那个八卦舞不也是这样？八卦舞。我不看啊，我不看。请各位注意，我们目标福袋是。
粉色，粉色，粉色。加油加油，来，加油，十秒钟，强强强强强。十秒钟的时间，咱俩没尿气，咱俩把那个真有趣保住，咱俩把那个真有趣保住。二一，好，换了，蓝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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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了，蓝色，换了。全是这招。哇，啊，等一等，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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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护保保护我方鹏鹏，保护保护，有个大福袋掉下来了，我申请蓝队现在离场。大家大年初一要去看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，因为鹏鹏为了这个戏剃了光头，所以这个现在鹏鹏还在养发期间啊。对对，我看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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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也没事儿，这大年初一进去看的就是这样，大年初一看的就是这个啊。现在已经没事了哈，来准备准备，下一个进攻目标是。粉色，又是粉色。他拦住他，他拦住他。五、四、三。这游戏太有劲儿了。黄老师，下一个，红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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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，来了！好，恭喜！哎。彭彭都没发现已经赢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太突然了吧？太突然了，太突然！我感觉像在坐碰碰车，你知道吗？各种旋转呢，太猛了！这个你跟牛一样，知道吗？就是。好，现在蓝队派一个代表来答题，红队也派一个代表来答题，同时红队扣一分，蓝队继续积分。来，蓝队谁来答？下面这题是五分题，朋友们，五分题。五分题。我去吧，喷水。五分题啊？那你能行吗？我能行吗？要不算了，要不我来，你能行吗？那你来，你来，来，李根星。我脑子不好使。你可以的，哥。来，准备，请看题，请问以下哪张图是 TFBOYS 参加春晚的照片？思考一下啊。C 啊。好，蓝队先答。蓝队先答 ，A 还是 B 还是 C？C 好，那么回答是否正确呢？三、二、一，回答正确。哇！我们第一个是我们黄渤、陈伟霆、张艺兴的《最好的舞台》，第二个是小虎队的《再回首》歌组合，第三个就是我们 TFBOYS 的《美丽中国年》。林一看前面，因为不然会打到耳朵里面。三二一，请惩罚。嚯！嚯！哇！就还是有点震撼的哦。那好震撼的感觉啊！啊，是水啊，我以为是空气。哇，我变成水光机了呢！真的水光机。好，现在开始升级玩法了。接下来呢，怎么玩？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在本轮开始之后呢，我们的互动呢也会就是开始升级。我们的福气桶里面抽取到的相应颜色呢，现在我们抽出哪个颜色，哪个颜色就是攻击方。
然后他可以从另外两队中任意选择一队来进行抢夺。如果在十五秒的倒计时当中没有抢夺成功，那么将会继续改变这个攻击的人。哇，好，这次要上场的人依然是这一组啊，来，请上场，加油。哎，从理论上来说，我们不应该一直针对红队吗？因为他们分最多。但是你说，但是说明有一队他是就是袖手旁观的呀。我如果去弄，就比如说是蓝队的话，我们就不管蓝队。对啊，对啊，如果是如果蓝队攻击的话，他如果去抢红队的话，对啊，对啊，咱们就不管就好了吧。跟蓝队商量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抽出来攻击房，只要不是咱们俩的话，咱们就是去拿红队的就好了，就另一队袖手旁观，袖手旁观就好了。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懂我的意思吗？懂你意思，咱俩队没什么可比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咱们分一样，咱们分一样的呀。好，首先请林毅来示范本轮的动作，音乐起。最后定哪个动作？对，那个吧。这个，这好中二。这怎么走啊？好，来，走吧。我抽到哪个，哪个就是攻击方，请各位注意，哪个就是攻击方。我不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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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看，我没看。这一轮抽到的颜色是粉色，粉色。攻击方，快！攻击方，快！粉色。只要不是咱们俩的话，咱们就是去拿红队的就好了。咱们就是拿红队的就好了，就另一队袖手旁观，袖手旁观，袖手旁观。够了，够了，兴旭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啊！对不起，陈兴旭，不是这么玩的，咱们不是结盟了吗？你懂我吧，老秦？哎，你的为什么走了呀？你不说好的结盟吗？什么时候说结盟了？我们都结盟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玩疯了，什么时候玩疯了？太冷了，我们蓝队都这样了，还拿我们的？鹏鹏，你说一下你们的计划，本来是？本来我们的计划是倩姐跟我说，她说我们两队抢没有必要，要抢就抢最高分的，所以就抢红队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呢，我在那里奋力奋勇的时候，结果被盟友偷袭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骂我，我不是。至于他们聊的时候，我没有听见。我们在聊的时候，他不知道。就比如说是蓝队的话，我们就不管蓝队。对啊，对啊，如果蓝队攻击的话，咱们就不管就好了吧。结盟没有告诉他，没通知到，没通知到。对不起。好，粉队获得答题权，蓝队也有答题权，粉队先答。你去答吧。不去，不去。这题是三分题，啊，那个假发不会被吹掉吧？不会不会，请听题。初一拜年，家里来了很多亲戚，妈妈跟你说，你看谁来了，快叫人啊！已知这位亲戚是你爸爸的妈妈的弟弟的老婆，此时你应该使用以下哪个称呼 ？A. 舅姥姥 ，B. 舅奶奶 ，C. 老舅妈。爸爸的妈妈。哎呀。感觉是要坐下摇摇车才知道这个答案。爸爸的妈妈是奶奶，奶奶的弟弟的老婆，你应该叫啥？爸爸的妈妈，舅奶奶，舅奶奶。三，二，C 老舅妈。老舅妈。好，回答错误。好，鹏鹏的答案是。B 确定吗 ？B 舅奶奶。如果你答对了，我们会直接喷陈兴旭；如果你答错了，我们会直接喷你，好不好？准备，不能捂脸，手放下，三、二、一，一。
正确答案就是舅奶奶。老舅妈那不是他爸爸的弟呀、啊，是妈妈的弟弟，妈妈的弟弟、啊，是奶奶的弟弟吗？舅奶奶就是奶奶，就是奶奶的弟弟的老婆呀，就是舅奶奶呀。哦，还是摇摇车坐草、啊。这回又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嗯、没想到我们还捞着了，嘿。好，最后一轮了，各位做好准备。零一五一，老秦、新旭、杨迪、鹏鹏，这回是一个非常凶残的厮杀了。六兄弟上场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你看你这样抱着我，这个手手伸不进来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伸不进来，你得死死的抱着。你试试，你抱紧了，你根本就伸不进来。往底下呢？往腰这呢？腰能。腰能。但是你拔不出来，你就得让死抱着。哎，全世界只有红队在非常认真的研究怎么防守。我们把红队弄了啊。OK， 好，谁弄到都行。好。来，首先由鹏鹏来展示我们的舞蹈动作，请跟着鹏鹏学。来，音乐起。定的是哪个动作？好，最后定的是哪个动作？这个，居然有人选择了这个。为什么我们听的 Queen 卡的音乐，最后做的是《西游记》的动作？哇，这是哪个动作？不记得这里没有这个。Queen 卡里没有这个动作吗？往下甩，这手不在这儿，那是怎么了？它不是在下边吗？哦，是吗？朋友们，这回是鹏鹏说了算，他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横靠，来，音乐起。迪哥过来，迪哥。陈列的老头。你别说，他俩老整齐了，他俩太整齐了。我不看啊，我不看。进攻方式，红方。上。他谁都没呀、啊。红方。红方，三二一，进攻方为蓝方进攻。蓝方进攻。快拿走。还要送回去，迪哥好厉害啊！蓝方获胜。这么激烈的吗？好激烈呀！这么激烈的吗？男人们的战场，你们超级棒！好，现在蓝队和红队。请来答题，各派一人，迪哥，来，这有机会捡漏的，来，五一上，迪哥和小五一来，请听这一题，请问以下哪位艺人没有登上过央视春晚的舞台 ？A. 张韶涵 ，B. 张碧晨 ，C. 宋小宝。蓝队先答，迪哥，宋小宝，真的吗？宋小宝上过吧？
你要选哪个？我选张碧晨。好 ，OK， 好，两位戴好眼镜，一个选择了宋小宝，一个选择了张碧晨，到底回答是否正确呢？我们用喷水的方式来决定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，这个刘海，小五一这刘海太帅了。直接喷出来了，对，水量大不大？迪哥一打，我就基本上知道。对，是的，因为张韶涵呢，曾经在央视春晚上演唱过《隐形的翅膀》《爱在一起》等歌曲，而碧晨呢，曾经在央视的春晚演唱过《乘风破浪》。小宝呢，还没有登上过央视的舞台，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品《相亲》也不是在央视春晚登台的作品。对，好，祝贺蓝队可以获得八个红包，粉队可以获得六个红包。红队可以获得四个红包。下面我来说一下接下来的游戏规则。接下来大家把所有的龙珠全部放到赛道里，跑第一的那颗龙珠，那个队将得到新年的第一份祝福，剩下两个队就要接受我们新年的一份另外的惊喜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移步到最后我们的龙珠赛道，来吧。好长的跑道啊，朋友们，你看这个，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我们这个龙珠跑道已经把它拼起了。是的，哇，这个真的是。我们下面呢会把这些所有的龙珠放到超长的龙珠赛道，通过动感地带芒果卡开启新春好运福气时刻，祝大家好运连连，来，好运连连，开启跑道，准备，开启，来，我就想看谁第一个做准备啊，朋友们。比赛正式开炮，蓝色加油，黄色黄色出发，快来吧，现在黄色一马当先，黄色一马当先，现在他们经过了第一个盘旋赛道，目前小黄在第一位。哎呀，红红好慢，蓝色来了，现在蓝队领先了，蓝色现在走第一，我们蓝色走第一，稳定发挥，现在红色冲上来了，红色全进来，红色第一个冲着变成了红色、哦、什么队、哦、红色怎么又来了，红色现在冲到了前面。好，接下来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第一个是蓝色。好，现在红队、蓝队，现在蓝，哎呀，又是红色，哎，蓝色，别掉，一个掉，别掉，哎呦，小红，哎，现在蓝队跑到了第一，哎，蓝队现在跑到第一，蓝色，朋友们，红色，快跑，红色紧跟其后，跑快点，蓝色快跑，救命。现在蓝队领先不止一点半点，朋友们，而且蓝队又超了近道，朋友们，走，哎呀，超了，现在红队又领先了，马上我们的三维弹球区被弹开了，现在谁是第一还不好说，对，是我们的蓝队，差一点点，哇，真的是我们，跟多少没有关系，红色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热闹啊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恭喜三阳开泰一起摇太阳获得了第一，龙年好运跑赢2024。动感地带芒果卡不仅超大流量随心用，芒果 TV 和咪咕视频双平台会员随心享，更有月月盲盒惊喜等你拿，现在办还有机会来看好六现场哦。是的，同时可以参与我们好六官方微博动感地带芒果卡，赢取我们你好星期六节目定制服装和更多超值大奖哦，马上就用动感地带芒果卡来开启我们的龙年大运吧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我们新年的第一份祝福送给我们的蓝队，祝我们的我们一起摇太阳票房大卖。那其他队的朋友要接受一份意外的惊喜，你们将要穿上我们湖南人民的祝福，穿上大家过年必备的家居服，去给我们台里的同事派发新春红包，请换装。
接下来我们欢迎穿上家居服的男生们，首先掌声欢迎秦霄贤。为什么我第一个呀？走走秀模特模特。哎呦我天了，哎呦我天了，亮相亮相。对，亮相。来，掌声欢迎陈新旭。来，掌声欢迎林一。卖炮子啊，卖炮子啊！刚从家里匆匆赶来的小武艺。武艺，你这绝对是自己的衣服。好，我们还有三个宝贝呢，女生没有出现啊。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好六姐一枝花李雪琴。怎么？我看你平时穿过这样。我自己从家带的，我这还挺好看的。接下来是欢迎我们的周野同学夏甜甜。哎呦，哇，这个还戴帽子，好看。对，最后一位是我们的翻译官宋茜。羽绒的还是？好可爱呀、哦！待会儿呢，你们就要去给我们台里的同事派发红包，辛苦你们了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，快走吧。给大家拜年了，给大家拜年了，新年快乐！对对对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这一年不容易，这一大年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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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六大顺，六六大顺，里面都是对大家的祝福，满满的祝福。新年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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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大吉，龙年大吉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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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酸甜新滋味，优酸油贵妃荔枝如意杏子，和你一起期盼每一扇的精彩。好肉新春列车发车了，龙年接龙挑战，谁能福气爆棚？说出三个你的理想型男明星。啊，白敬亭、杨迪、许魏洲。为什么没有白宇？白宇是哪人？说出白宇。你刚刚那个答我不满意。白宇。好嘞。谁能够踩你最心爱的鞋？井柏然、王嘉尔、白宇。这个环节叫做白宇老师没来又想来了。新春反攻，状况百出，谁能机智化解？拒绝和情侣换座的一个场景。同志你好，那个可以跟我们换个座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男朋友太帅了，我也想跟他坐一起。你俩一辈子呢，就给我一段火车的距离。泼水挑战，护盾不停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OK OK， 哇！哎，当泼到白白的时候，金晨在鼓掌，是要拿他挡。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我指定行。一三二一，看这边。OK。不仅不帮我挡，镜头还给我挡住，泼完以后连特写都没有。更有新春答题赛，谁才是知道答案的神秘卧底？关键词填空：白敬亭 rap， 白敬亭显眼包，白敬亭是卧底啊，白敬亭女王牌，正确，卧底，卧底，卧底，女王牌 queen 卡，卧底，卧底，不是卧底，请到验证台进行验证。下周六晚8:10，带你精彩看不够。您好，星期六手机合作伙伴优酸乳贵妃荔枝如意杏子，酸甜新滋味。您好，星期六合作伙伴周大生 Lucky 小金蛋，开金蛋得吉祥，吉星来祝团圆。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回来，迎门喜气到，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出发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淘宝十亿红包发发乐，一起赢十亿。感谢首席合作伙伴优酸乳贵妃荔枝如意杏子，酸甜新滋味。感谢合作伙伴周大生 Lucky 小金蛋，开金蛋得吉祥。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，参与话题互动，解锁更多节目玩法，锁定你好星期六。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期待。
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。淘宝十亿红包发发乐，一起赢十亿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国际版 APP Mango TV 来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。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，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。你好星期六，你好漂亮，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？下周六再见。